瓦屋小学欢乐多，第二课堂有特色。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呢，跟我们凉山足协签订一个帮扶计划。足球承载梦想，学习改变命运。其实山里孩子踢球很难，特别是在海拔更高的山里。大山的深处的孩子呢，更有多途径的去走出大山。也是我们的。见证本期播出，云端小学皇马足球队。记录故事现场，见证社会变迁。踢足球啊，也是我们大山孩子走出大山的另外的一些个路子。吃苦耐劳，那种意志力坚强的那种精神展现给我们城市的孩子，好不好？清晨六点，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这所云端小学已经不再安静。校长屈比石谷开始带着足球队的孩子们训练了。开始，一百个，要问。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来者，足球训练开始后不久，教室里陆续坐满了来早读的孩子。他们是五年级的学生，因为家离学校远，来回路上不方便，就都选择了住校。你不要盲目的去乱比嘛，你眼睛要看着他嘛。你连眼睛都不看着他，原先对你的自己的这个球、自己的朋友不重视。对他越好，开回去越好啊！这就是一种喜爱啊！感受一下啊！得知又见凉山摄制组就要来到学校拍摄，这些刚刚升入一梯队的球员们既兴奋又紧张，因为他们要与昭觉县城的东方红小学足球队踢一场比赛。这是他们与外面球队的第一次较量。面对这个曾经拿过省级比赛第二名的球队，孩子们多少还是有一些压力。因为我们在山里啊，我们训练的条件会很苦，但是我们的那个城市里面的孩子过来的话，他可能条件稍微比你们好一点，场地只是场地啊，当然大家都一样的啊，条件虽然有点苦啊，但是你们要把那种平常那种训练那种积极的那种风采展现给他们，让他们也懂得在更好的条件之下要努力去训练，我们一起共同的一种进步，好不好？肯定有可能我们要输，但是我们把那种吃苦耐劳啊，那种意志力坚强的那种精神展现给我们城市的孩子，好不好？好，好不好？好。瓦屋小学位于海拔2700米的高山上，三面环山，一侧是山谷，一年四季云雾缭绕，人们给了他一个诗意的名字——云端小学。这里地处大凉山腹地，2017年才通了公路，目前在手机地图上还搜索不到它。起身。最近几年，因为这里有一群热爱踢球的孩子，瓦屋小学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进去出来，滑步，滑步，冲那个点啊！快点，冲那个点！对，再冲那个点，好，跳步啊！对，跳起来，看那边啊！冲！
早晨八点，走读的学生开始陆续到校，很多人的手里都拎着一根木头，这是他们为即将举行的篝火活动准备的。因为学校里没有柴火，每当有篝火晚会，大一点的孩子都会从家里带上一根木头。在课间，孩子们还在准备着另一个重要的活动，迎接一立新年关爱留守儿童文艺汇演。为了能尽量展示学校的特色，区比校长特意把文艺汇演的时间推迟到了拍摄的当天。其实早在半个月前，孩子们就已经开始排练了。你们刚才慢了一个半个拍啊，其余唱得很好，还是开头的时候声音还是要洪亮一点啊，对。两米，差不多是一节两米九。瓦屋小学的足球场是在一块空地上建起来的，上面铺了一层细石和沙子。为了让即将进行的球赛看起来更正式一些，区比校长和学生们又把它装饰了一番。他们在地上撒上石灰粉，画出了边界。我们所要准备的一些衣服啊，包括民族服装啊，包括一些道具啊什么，我们都要现在就整理好。书包可以不背，但是饭碗得带了，一定要碗得带了，还要吃饭啊。明天要怎么洗手？还有呢？这是脖子吗？是呢？还有呢？啊，你明天洗衣服啊，明天穿干净的衣服，好不好？好。好，那我们不放学啊，你，好，再见。再见，老师。嗨，再见。一切准备就绪，所有人都在等待摄制组到来。啊，现在他们已经走过来了。Hello。哈哈哈。你们冷不冷呀？穿那么少，还穿短裤，极冷吧？对呀，你们平时都是这么穿的吗？是。我们来问问这个牵马的这个小朋友，是你叫什么呀？一泽曲布。那你这个牵这个马到底是干嘛去啊？给他找草吃哦，给他找草吃，还是我猜对？哦、对，那我现在呢，来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啊，就是你们原来有没有牵着马上学的经历？有，我们小时候其实和他们是一样的，而且不是牵着走，我们小时候是两三个小朋友一起骑在马背上就直接去上学，然后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就。或者是草比较好的地方就把马插在那儿了。那我们来问问这个孩子们，你们那个就是平时会骑马上学吗？不会。不骑马呀？为什么不骑呢？因为马太累了。哦，就心疼马。那我们来问问这个小朋友，你是没有马是吗？马跑呀。跑了？是什么时候跑的呀？昨天。昨天跑的。那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位小朋友啊，那我看他也没有牵着马，
你的马呢？你有没有马呀？有。你有马？那你的马去哪儿了？丢了。丢了？什么时候丢的？也是跑了。就是你们的马是不是特别调皮啊？老马。其实我们马，它是可以自己回家的。它是可以自己回家的。有时候对。所以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对对对。也不怕别人把它牵跑了。不会不会不会的哈。我们这边都不会。这样。行，那我看到这几个孩子们今天的着装呢比较的特别啊，他们都是穿着这个运动鞋，对，都是运动的。你们要去学校干嘛呀？踢球。去踢球。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吧，然后我们来唱个歌好不好？好。3、2、1，开始。唱着唱花出发，一起希望梦想，在奔跑的路上骄傲着你的勇敢，超过激情之后你就是英雄。我们胜利会师了，哇，三个可爱的孩子，哇，你们穿的都是足球运动员主力队员，哇，这两位啊，来，我们这样啊，对，来这站开啊，对，这两位啊，刚才我先介绍两位嘉宾老师，我们的小青蛙组合四个老师就已经到齐了，对吧？对，那好，那这是我们另外一位的西西啊，那么看这三个孩子，你们都是踢什么位置？能告诉我一下吗？你是踢什么位置的？边锋，你呢？中场，你呢？前锋。好，那一会儿我们就看你们的精彩表现，还有我们这个小青蛙组合的四位老师。好，走，我们往里面走一下。曲碧校长，你好。你好。你好。哎呦，你好，辛苦了，我是曲碧师傅。你好，曲校长，你好。辛苦了。辛苦了，没事。校长，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学校的情况，因为我们不太了解，因为我一进来，我看到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展现的这个照片都是什么？对，这些都是我们学校那个18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学校有18年的。对，建校史，对，建校史了。之前就一直在这个校址吗？没有，之前是在一个寨子里面的一个牛棚柴棚里面的教学。很小啊。对。那现在这个学校我们有多少学生？现在呢，我们的那个学校呢有226名孩子。226。之前有4名嘛，对，有4名孩子发展而来。那您在这个学校一直建校的时候就在这里？对，我在这里待了18年。对，18年。也亲自经历了我们的一个学校的发展，孩子的增多的过程。对，这里边介绍的时候，你给我们简单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这些呢是我们学校建校的时候呢，叫上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村民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老师，我们一起来一块砖垒起来的一个学校然后每次那个垭口的风特别大的时候呢，那个瓦片都要被掀开，然后我们会组织我们的孩子和老师上屋顶去自己去维修然后那个之前没通电，然后我们会用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内胆去用柴火去做饭我看到了，这个就是一个对电饭煲的内胆，下面是柴火烧。对。当时的话非常的艰苦，因为可能也没通电然后自己又是县城的，很多老师都是县城的，然后柴火做饭的话有可能还会做烧焦什么的，然后就服了还是这样去吃，条件特别特别的艰苦。现在我们这儿有多少老师？现在呢，就喊我的话，一共有16名老师。16名老师，除了我是在编的，其他都是由我们的学校进行招募，然后培训，都是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那个支教老师。支教老师，对。非常敬佩的支教老师，适应能力很强。对。另外还有，我们就最好奇的就是关于皇马足球队。对这事儿，过会儿是吧？对。刚才我们小青蛙组合，我们就一直聊这个事儿来着。一会儿你给我们。正好我们上面有那个，我们有一个那个荣誉的一个那个，咱俩说对。我们这也是个图书，对，这也是个多功能的，也一方面当那个阅览室，另外呢可以让老师们在这里开会办公，有可能就在这里来。同时呢，我们这边也有我们学校这个近几年的一个荣誉方面的一些一个展示对。您能给我介绍这些奖杯的到底是参加了什么比赛，哪些？好像还有很多签名的足球。对，那个我们的瓦博那个校跑足球队呢，它本来就是建队差不多5年了，然后我们也大的时候还是参加了无数的一个比赛这个呢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参加了这个我们线上的那个小小拉莫联赛。2019年得到的第二名。那么这个是瓦屋小学校。对，我们自己建了一个自己的校园联赛。下学期我们要进行第4届的我们校园瓦屋小学校园足球联赛。我们从幼儿园到我们5年级都有那个足球队。
啊，到时候我们举行这个联赛的时候，我们会包括一梯队、二梯队、三梯队、四梯队，包括女子队，我们会打乱，包括一梯队的两名队员要带三名小队员，这样去真正的把这个校园足球给它搞好，就也是一种选拔赛吧？对，哦，是这样，这样来的。您越说，我这越好奇了，我真的想感受一下这个昭觉县皇马的风采。对，怎么一会儿啊？一会儿我们自己带吧，一会儿我们孩子们会进行一些比赛啊。啊，这个标志型的这个足球呢，也叫那个瓦布之光，它是由我们的少科院和我们的辅导老师亲自做的，一起做。这是什么材质的？做成那个？它是用那种钢架、钢骨架，然后钢骨架焊接的，焊接成，然后外面用那个铁皮来一个一个的钉上去。孩子都亲手的参与这个制作。对对，参与进来，然后球得多重啊！我先放在这儿，我先轻了，应该会被风吹走。对的，对的，我们也当初我们也那个考虑了这一点，然后先有280多斤嘛，将近300斤。然后周围还是用那个铁丝给它固定好。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标志？其实山里孩子踢球很难，特别是在海拔更高的山里啊，然后我们让孩子们看着这个希望那个这个足球希望之光嘛，瓦布的，然后每次踢累的时候看着这个就有那个百倍的一种力气和信心，真正的去追求他们的这个足球的一个梦想啊。这是我们瓦布小学的合唱团。你看，这是我们的合唱团的那个孩子们在唱，对，他们这是唱的一首，是一首古老的一个彝族的一个歌曲。然后我们包括足球方面呢，包括那个音乐方面、舞蹈方面，我们都去学习，这样让大山的深处的孩子呢更有多途径的去走出大山，也是我们的办学宗旨。你真的是一位好老师，为他们创造了这么多的机会，让他们既在体育运动上能有这样的体育精神，还有在文艺上有这样的一个进步，真的非常感谢你。这个是应该的，对一个老师吧。好，哎呀，孩子们太棒了。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还是很厉害的啊，我们的昭觉县的皇马怎么样呢？哎，对，也非常厉害，能叫这个名字，对。哎，有什么缘由？您跟我们说一说，大概为什么叫皇马？怎么说呢？因为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呢，跟我们梁山足协足协签订一个梁山签订一个那个3年的一个足球项目的一个帮扶计划然后我们的瓦布小学和我们的昭觉县呢，是第一批受益的我们的孩子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孩子，所以呢，在我们一些欧洲的一些教练的那个带领下进行指导训练，他们来到这里来给我们进行过训练，在这里指导过，在一般都是在县城青训。对对，这样来的，是这样的，走吧，好，从这边是吧？我们的操场就在外面。刚才从那边看的已经看到球场了。这支被人们称为昭觉县皇马的足球队，一共有15名球员，其中7名来自瓦吴小学。这几个幸运的孩子也因为足球特长，被县城的一所重点学校特招录取。今天他们也回到了母校参加活动。前面就是我们的那个足球场。那平时训练一般都在这个场地是吗？平常训练的话，我们的那个小梯队在这个5人制的操场小梯队会女子队，我们那个一梯队的孩子，对对，一梯队的孩子。我看到了，大家看见了那个我们的这个皇马足球队。昭觉县已经看到了，你看他们穿的服装能看得出来是吧？对，而且我觉得精气神也不一样，这些小伙子，一个个的都是特别挺拔的身姿，而且对对对，哇，这些小朋友每个人拿个足球，他们这个是后备梯队吗？这是我们的小梯队球员，然后也有女子队。上面那个操场呢，有我们那个县城的参加过那个皇家马德里青训营的一些孩子，也有我们的一梯队的孩子，还有一梯队的女孩子都有。这都是几年级的孩子？这些都是一些1年级的孩子，然后2年级的孩子。对对对，这些孩子，对对对。为什么这个球场和那个下面那个球场不一样呢？下面会积水，下雨天的时候很淋漓。这个铺了是一层沙。这还是垫起来了。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吸水比较强，然后下雨天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训练。平常的话，我们会把一些那个喝完的一些塑料瓶啊，或者一些用完的一个油桶啊，就是那个食用植物油的那种油桶我们会装着水来当那个标志。
啊，平常我们还会把一些废旧的轮胎啊，拿来做一种一种力量训练。我不知道，那现在球门框好像都缺少很多的网，往那边看啊，对吧？对对对，因为这个球网也特别有意思。你看我们周围都是，都是山啊，牛羊都是散放着，然后有时候牛羊会被挂在上面，就像一个足球一样被挂在上面。哦，牛羊也过来一起，对，网也会破。再说也用了两三年啊，就它呢慢慢可能风化啊，或者是破损啊，对对，这个是真的不容易啊。我还现在发现，刚才我仔细瞧了一下，穿粉色衣服的，还有女子足球队。对对对，这也是我们学校的吗？对对，是我们学校的女足一梯队的。我们家长也特别的那个支持我们这个女踢球，这样真正的可以让他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最感恩、最开心的一个事儿了。对对对，我们的现在的女足队员目前有20多名，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其实踢球的孩子成绩都会不行的孩子才踢球。其实我们学校，恰恰相反，其实成绩要必须要抓紧，必须要好才能参加我们的足球队，这样才能真正的两手抓两手都硬。他们一般譬如说练球，通常早上几点开始？比如说，我们一天有四练嘛，然后早晨的话，踢球的孩子的话，那个没踢球的孩子，比他们还要早到一个小时进行训练。当然了，在不影响正常的教学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去真正的去训练。然后中午的话，孩子们那个用。孩子们有些要午休，但是我们足球队的孩子不会午休，还是利用这个时间去训练。下午放学之后5点半到6点半，我们还又会去训练，然后上完晚自习，我们还有30分钟去训练。这位老师是我们的支教老师，是来自内蒙古的孙占鹏孙老师。你好，你好，孙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啊，您是为什么在内蒙古，然后来这儿多长时间了？现在大概是有4年了。4年的时间，您什么这个原因能来到我们这个彝族的这个大凉山地区来给孩子们来就教授足球？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因为当初，我自己也是喜欢踢足球，正好，毕业以后，然后自己。找了个工作，然后那边就是刚好办完离职，听说这边缺老师，然后我就过来了。这里你觉不觉得有些辛苦？辛苦的话呢也会有一些，但是那个因为和世界孩子们在一起时间长了，也有感情在这儿，然后也是对这个踢球嘛也比较喜欢。好，谢谢您啊，您孩子培训足球辛苦了，辛苦了。好，他们正在热身哈，我们去看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好吧？来，哎。哎，孩子们在紧张的这个训练。你们好啊，来来来来来，我问问你们，一会儿比赛感觉怎么样啊？现在刚才热身，怎么样？感觉累不累？不累。啊，你觉得这场比赛和平时比赛有没有区别？之前跟他们比过赛吗？没有，没有。好，那加油啊！一会儿啊，对，好吧，加油加油啊！有没有信心啊？哎，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有。开局不利。奋起直追！速度！哇，10号已经快切底线了。好，先这么看，看他的过人技巧。哎，已经过了。射门！全力以赴，志在必夺。哎，好，真棒！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推搡的动作好像有点明显。见证正在播出，云端小学。皇马足球队，踢足球啊，也是我们大山孩子走出大山的另外的一些个路子。吃苦耐劳，那种意志力坚强的那种精神，展现给我们城市的孩子，好不好？各位现场的观众，各位球员，各位老师，现在我宣布一下，东方红小学队与瓦屋小学队进行的足球友谊赛现在开始。
现在呢是2700米的海拔，在这个海拔下呢，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在平原地区生活的人啊，不一定能适应得了这种海拔的状态。哦，看着孩子们脚下这种娴熟的技巧，我觉得真的是挺替他们高兴的啊，无论是断球啊传球。好，哇，现在就是好快的速度，哇，已经到了底线了，哇，出界了，速度，哇，10号已经快接底线了。好，现在我们看他的过人技巧，哎，已经过了，哦，射门，已经转到东方红小学的23号，现在他马上射门，哇，球进了。刚才东方红小学队23号一个急速下底线啊，迅速的切入，好凉啊，主前锋，哇，射球，哇，这脚的力度很好啊，哇，11号又射门，哇，这是一个被，哇，头球攻门进了啊，哇，又是23号，东方红小学队的23号。面对身高占优势的对手，瓦吴小学的足球队员们一开场还是有些紧张。哎呦，这我们的7号小学不要慌啊！这脚射门还是比较拦稳，不要慌。哎呦，没事，射门，哇，这脚威胁还7号，哇，现在七号球员的左侧，不要右的，那边锋他打的哦。有一个动作，每个动作不太协调啊，他的拼搏精神挺好的，但是这种推搡的动作好像有点明显了。哎，好，真棒，分，好，7号，哎，华为小姐，哇，过来，好。经过激烈的比赛，瓦吴小学最终以1-2输给了东方红小学。相比这个结果，孩子们更看重的是这次难得的锻炼机会。两个学校的比赛过后，到了昭觉县皇马队员们表演的时刻。现在这是两个学校，咱们瓦吴小学和这个东方红小学组成联队，一起跟我们昭觉皇马一起来踢。我看他们这个脚下的功夫真的是不一般啊！啊，对，那个我们的昭觉皇马的这个技战术啊，各方面都是你看，软件各方面，对对，比较成熟，对对对，你看很到位，对，那个节奏也很快的，对，他节奏，对，叫约瑟，他现在是6年级的孩子，哇，哎呀，打飞了，但是很不错，他把那个平常的动作都做出来了，挺不错的，也是瓦吴小学的左摆右摆，然后对，过人，连续过人，漂亮打，小球打的好，真漂亮。哎呦，差一点，哇，哎呀，打到门柱上了，哎，这球还在完全的往里射，哇，好，武乐，你是瓦吴小学，哎呦，这几个过人动作真漂亮，哇，好，球进了，哇，刚才这连续两个过人动作真的是很敏捷，很干脆利索，包括我们东方小学已经切入，哇，哎呀，哇，球进了，哇，这徒步是徒步，也是我们的那个。青训队一员，太牛！哎，好，真棒！刚刚看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啊，我们这个昭觉县的皇马队啊，和我们的这个瓦吴小学和我们的这个东方红小学联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最后的比分是5-0。我看到真的，我都特别震撼。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当中年龄最小的是谁？他生病了没来？生病了没来？没来。你是目前为止是年龄最小的是吧？你多大？我是09年的，今年12岁。09年12岁啊，那你自己有没有在足球明星当中一个偶像？有是谁啊 ？C 罗。C 罗，哇，好，朝着 C 罗努力，好不好？加油啊！刚才我看到了几个孩子的传球啊，包括你们的运球的这个意识非常好。那你平时你们练几个人，为什么那么默契？能跟我说说吗？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踢球嘛，然后训练也在一起，玩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所以就打起了默契的。哦，今天啊，5位球员，你们给自己打一个分的话，你们会打多少分？100分。哇，这么自信，加油，继续打100分，好不好？好，谢谢你们，谢谢。热爱劳动，全员参与。我们校园农场的一种感觉，就是让他们学会一种观察一种植物的生长，让他们引领到一种科学的一种兴趣。寓教于乐，全面发展。那个学校的最棒的科技生还没出来。梦想从这里起航，
见证正在播出云端小学皇马足球队。踢足球啊，也是我们大山孩子走出大山的另外的一些个路子。吃苦耐劳，那种意志力坚强的那种精神，展现给我们城市的孩子。比校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一来就看到这校园前面有一片农场，这是什么情况？对对对，这也是三村小学的一种感觉。其实三村小学不光是让孩子们懂得那种知识文化的一种感受和学习，我们校园农场的一种感觉就是让他们学会一种观察一种植物的生长，让他们引领到一种科学的一种兴趣。这里面都种了些什么？你能告诉我吗？就这个，就萝卜，萝卜都有三种，就水晶萝卜、胡萝卜和那个红萝卜。啊、哦，水晶种萝卜是吧？那我们去拔萝卜，拔萝卜，等等等，啊，就从这儿过去是吧？哇、哦，我们曲敏校长是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啊！我发现，要走你，哇，这。这我一定留着纪念，纯天生的，你看，我要打包带走。一二三，走，耶，哎，压下，有汁是吧？对，很香甜，对，它里面好多的水分，一点都不辣，有点甜。2018年，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曲比校长在学校附近租了一片土地，成立了校园农场。种植土豆、萝卜、白菜等农作物。每当耕地、施肥、收获的时候，学校的孩子们都要到农场劳作，既能得到锻炼，又能自给自足。到了土豆收获的季节，学校还会组织义卖活动，并将义卖所得补贴给支教老师，或者给学校增添设备。今年的我们瓦布小学的土豆收获了15000斤，卖了5000-6000斤，义卖，然后就我们买了那个学校的一个校车，就是瓦布小学的校车，还有几千斤，我们为我们的学校的一些牛羊，因为我们学校有养殖场啊，这样的去做，真的去循环去做，真的自给自足，真的把那个不一样的一种教育，三村不一样的教育，真正的传到更多的一种平台和感动更多的人吧，周围的人。哎，可以可以，像你们平时吃的蔬菜什么都是在这地里种的，或者家里就种的，在这里种，在这里种是吧？这基本都是他们自家种，荞麦啊什么，荞麦是在这里种是吧？那这地一年要翻一翻，是不是？就是你拔完这些萝卜还要翻一，再翻一次。你自己会做这活吗？会。我们农村的话，差不多。那个学校的最棒的课件照还没出来，来吧，好，来，我们感受一下，来，篝火，我们拔完萝卜一起抬萝卜，来来来来，怎么来抬萝卜？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来感觉怎么样？对我来说太难了。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不得不在喘息当中跟您去交流，因为刚刚我刚从他们喜悦的氛围当中走出来，因为翩翩起舞对于他们来说是习以为常，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肢体不协调的人那就是困难百倍，但是我依然在他们的氛围当中受到了感染，特别的激动和高兴。当大家一起围绕着这个火堆翩翩起舞的时候，心中的梦想就被激发了出来，正像这个山村小学的标语一样，让山村学校成为一个有梦想的地方，那么这里即将成为他们梦想起航的一个地方。
采风，走进云端小学。积极排练，准备文艺汇演。用音乐放飞梦想，见证下期播出《家在山顶的彝族娃》。